啊！大家好，嘿，基尼达，基尼奥，今天呢，佳佳用彩色纸来制作漂亮的公主裙呢。那么现在就开始吧 ，Go Go！Back anymore. Let it go, let it go. 嘟嘟，一起唱，嘟嘟，嘟嘟嘟。啊，朋友们，想知道吉尼在做什么吗？吉尼今天变身成艾莎公主，在玩快乐的公主游戏呢。啊，想知道吉尼都有哪些公主裙吗？吉尼有白雪公主裙、灰姑娘裙，还有冰雪奇缘的艾莎裙。原来只有三个裙子哟！咦，要有更多的公主裙才能玩快乐的公主游戏哟，这可不行！请你来用彩色纸来做一件漂亮公主裙吧。朋友们，今天呢，请你来制作朋友们也都非常喜欢的漂亮的公主裙给大家分享。在这几个颜色当中，请你用黄色的彩色纸来折出漂亮的公主裙。首先，把黄颜色的彩色纸折成一半，然后重新展开另一半，也是同样的，折成长方形油，然后重新展开，把折成一半的部分沿着这条线再折叠一次油，看到了吗？另一边也是。沿着中间的线对折一次，然后翻过来，将折好的全部展开，然后把刚才折成一半的这条线对准中间的这条线，像这样折起来。另一边也是相同的，对准中间的线，折叠好之后呢，朋友们沿着中间的这一条线，把这个部分大约一小段手指大小夹住之后，往上折叠起来哟。粘，沿着中间的一条线像这样折叠之后呢，将把这中间的部分沿着这里面的对角线这样，把折好的这个部分展开后再次折叠一下，可以啦。朋友们，这个部分可能有点小难度，来把这中间的部分还有把它展开之后呢，对准里面的这一角，像这样折起来，粘，然后呢，把它翻过来，来看这上面的部分，把这个部分沿着中间的这一条线两边呢同时折成三角形，像这样。接下来把它重新展开之后，把中间拉开一半，沿着这条翻折线拉开之后呢，向里面这样咻折叠一下哟，这样再次折出了四角形哦。接下来呢，这上面的部分呢，朋友们可以向两侧拉开，把这个上面的部分对准这两个角，沿着中心线折成
一半哦。好，另一边也是，把这两个角沿着中心线折成一半哦。好，接下来这边不是有一个长方形吗？这边也有长方形，把这个部分向里面折起来的话呢，就是这个部分，这个裙子部分会跟着过来摇。把这个部分像这样压平，再沿着这一条线折成三角形。好，同样的方法，把另一边的长方形沿着这一条线向里折叠起来，这个部分就成三角形了。再把这个部分给你呢，对准这一角折成三角形。粘。下一步呢，把这上面的部分沿着里面的翻折线这样折起来，另一边也是对准这一角和这一角。折成三角形哦。好，接下来最后一步，把这个边缘的两个角往里折成三角形，另一边也是折成小三角形，往里面折起来。好，把裙子边缘的两个角也是相同的方法往里折成小三角形，这样折起来。金妮的漂亮公主裙完成，朋友们快看哦，天哪，是不是超级好看呢？ V 领还有像这样两边呢是短袖的黄颜色的公主裙，佳佳。不过呢，还没有制作完成，金妮来用这些多种颜色的宝石贴片来把裙子美美的装饰一下吧。在这当中，基尼呢想要这个好看，用这个把贴片取下来哦，一起装饰吧。呀，就贴一个了，已经很好看了。天哪，再贴几个哟，不然就可惜了。基尼觉得上面的裙子需要更华丽。华丽又可爱的公主裙了，吉尼呢很想试试这身可爱的公主裙了了还是不行啊，朋友们，这身可爱的公主裙呢，芭比娃娃穿着才合适吧，和芭比娃娃正合适，因为是彩色纸做的，吉尼穿不了这身裙子，所以吉尼用这个魔法棒来把这个可爱的公主裙变成超大的公主裙呢，公主裙变大魔术呀！加加，朋友们快看哦，基尼的纸裙子变成超大的公主裙喽！在这漂亮的黄颜色公主裙上贴上红色的花朵，是不是非常般配呢？加加，这么好看的裙子，还是赶快去试一下吧，基尼赶快试一下喽！朋友们，基尼穿好
纸裙子啦，是不是非常期待会是什么样子呢？请把大幕拉开，爸爸爸，快看呐，朋友们！天哪，吉妮穿起来是不是像穿上了真的公主裙一样很漂亮呢？啦啦啦啦啦！不过呢，吉妮的侧身和后背不是用纸做的，所以呢，只能把正面展现给大家哟。啊，那么吉妮为了跟朋友们炫耀这身公主裙，出去找找朋友们。啊，这不是咪咪吗？咪咪。啊，这不是吉妮吗？你看，我做了一件漂亮的公主裙，怎么样啊？是不是非常好看呢？啊，这身裙子和你非常般配哟。谢谢你，吉妮的公主裙果然是非常漂亮呢。啾啾呀，啾啾！啊，这不是吉妮吗？你看，我做了一件像莉莉的裙子一样的黄颜色公主裙呢，怎么样，吉妮好看吗？哇，就像莉莉的裙子一样，非常漂亮哦，是吧？啾啾，你也非常好看呢。啊，好开心！那么接下来又跟哪个朋友去炫耀我的裙子呢？啊，我，啊，怎么突然下雨了？吉妮的公主裙是用纸做的，不能被雨淋湿的哟。不行了，朋友们，吉妮得赶快回家了。